山城，杨凌斌，字汉春，弱发汉，小练自立的，此为谨言厉节，虽令不可攻之，当须自与大辩，亦密兼导而同之。若图干恩，即大朱丹之，皆可为刀。他说杨凌斌本来他是字汉春，那么若再发西汉，这个金爷王室太多了啊，小便又浮力，那么这样子呢，造成这个大便发案的啊，这是由于这个金爷丧失太多了，此为金爷内劫啊。这个人身上的体液多于外，内脏器它这个水分也被多，这个胃肠里头水分也被多，所以这个津液在这个胃肠里头也固结，这就使得大便硬。这种大便硬啊，它不是由于这个阳明病这个热邪造成的，水硬不可攻之。言外就是不要吃承气汤这类的药啊，大承气汤更不能用了，当须治于大便啊。那么这个呢，就让他自己大便下来想法子，密煎导而通之。密煎导的是一个法子，回则用土瓜根，回则用大朱丹汁。全可以啊，导死大便出来的。后头这几个法子啊，就是近乎现在咱们这个灌肠啊，洗涤灌肠的法子，这是一样的。那么这一条啊，根据我们头前讲过，阳明病本自汗出，复发汗。你看头前有那么一节的，是吧？是多少条我看看啊，你们回头看一看啊，在这里203条，你们回头看一看，203条，阳明病本自汗出，一更从发汗，病一差上肥，微烦不了了者，此必大便硬故也。以汪津液胃中干，故名大便硬。当问其小便日几星，若本小便日30星，今日再星，故知大慢，大便必久出。今为小便硕少，以津液当还入胃部，故知不久必大便。这一节啊，就称这一节说的话。那一节说是那个啊，本来他自汗出的，阳明病他是自汗出的啊。那么若在重发其汗，那个说的呢，他不是小便自利，他说是小便呢啊，当时日30行，那么现在小便少了，日再行，这个津液他逐渐恢复。所以这个津液啊，应该还要还入胃中的，那个大便它就出来了。那么这一节呢，不是，意思是一样的，也是本自汗出而又发其汗。这个小便呢，而反自利，它不是一点点少，这个它不能自欢的，这个就是上边它是一半说了一半。那么如果小便要是自利怎么办呢？这个就根据那一段，小便自利，这也是津液内结，使得大便硬，也不能攻啊，是吧？就是这样。那怎么治疗呢？想法让这个患者呀自愈大便啊，就是用一种这个啊这个灌肠。这个引导的办法，那么底下这几个方子呢，你看一看。
先说的这个利剑刀就是师密啊，它是用的七合。那么这一味药啊，与同气内为火解，当虚凝如泥状啊，这样的亮乎乎的。可完啊，那么观察呀，这个可以做成丸的时候就拉倒了，定手捻薄停啊，就是做一个啊一个停啊，就是膏状的，令这个头啊蕊啊是比较尖，大如此，就像这个人手指头这么样子啊，就知道大拇指了。二寸许，长二寸许，这个二寸许啊，古时候寸没有现在这个寸大。当热时即做，在这个逆热的时候你赶紧做，它一凉就要硬了，冷热硬，以内骨道中，以手击闷，遇大便时乃去之啊，它要大便的时候了啊，你。不要拿手捂着了，是吧？那么底下他说一肺中凝伤，这个是不对的，这个是根本是他这个属于一是肾凉，一肺中凝伤啊，这中有意啊，这在那个陈谷集那本就没有，在玉汉经里没有，这是后人搞的，那他住的，这个不要这几个字。那么一是啊肾凉。那么这个经过试验很好，还有一个法子，用这个大竹丹汁，这个更好啊！这个我也试验过，竹丹汁一枚，就这个竹胆呢，整个竹胆这么一个，把这个汁啊泄出去一部分，泄汁何处烧心一关五道内。把这个汁子倒出来搁着碗里头啊，他说原意是这样子啊，加上少许醋弯了弯不到两罐，这个罐古人有这么个法子，就用这个猪胆，这个原来那个猪胆，那猪胆呢把这个汁啊烧倒了点，灌上点醋啊，来里头把它搅和好就行，他古人搁猪掌，就是咱们这个那个毛笔那个笔管就行啊，插到猪胆里头不得全结实，就啊把那个头啊抹点油啊回的辣呀啊纳入肛门呢，就是一捏这个猪胆这个就能灌进去，这也是个法子啊。如意时肯当大便啊，那么就是灌上猪胆一小时都是要大便的，这个还是有好处啊，这个这个猪胆这个灌肠呢，比我们现在的那个肥皂灌肠还是好的。另一个呢，他说一个苦瓜根，这个苦瓜根就把那苦瓜那根儿啊，也把它削了啊，它那东西也有黏化性质，然后把它蘸成蜜纳入骨道，也是一个样，跟那个蜜煎倒差不多。那么他就说这个大便硬啊，也得看情形，不是大便硬就得吃大蛇鸡汤，不是的，他没有大湿大满大痛热啊，他不是由这种情形造成的、啊、所以这个辩证不寡看症候，而且要看当时的这个病情啊，是怎么造成这个大便硬，那么这也挺重要的。这种的泻人是绝对要虚的。234条，阳明病脉迟，汗出多，微恶寒者表为结人，可发汗，一归之汗。这个脉迟的是一个不足的脉啊，所以在重点这个说，就是这个阴虚血少脉迟啊，嗯，那么也就是津液不足，是吧？汗出多，
这个汉书多就影响这个金叶虚嘛。但是还归物寒，这表还没解。既要表没解，就根据他这个说，李斯应该下，但是他这个李斯还不显呢，但是有了阳明病的外观了，所以这个冠名阳明病杀字。那么这是表未解，我们应该先解表。但是离虚，离虚寒的病，表里通实有，我们要先就离的。这都是定法，这怎么在太阳边都讲过了。也就是在阳明病，如果表不解，到了汗出而脉还弱回者实，这都是桂枝汤治。所以这个还用桂枝汤以解脉，给桂枝汤咱们头前讲过了，肚皮稀分析了。二白三十五，阳明病脉浮无汗而喘者，发汗厥瘀，以麻黄汤。前面这一节说的是太阳中风专属阳明的，这一节呢就说的太阳伤寒厥瘀，这个都可以说作太阳阳明了。脉浮无汗而喘，这是个表示啊，脉浮为在表啊，这个无汗而喘应该摘在外，摘在表，所以发汗就好啊。这当然用麻黄汤了。那么虽然他冠个阳明病，这是由太阳病传阳明，但是啊，表症还明显，表不解，那还得先解表。那么有汗啊，脉虚要用桂枝汤，无汗脉实啊，当然要用麻黄汤。236，阳明病发热汗出者，此为热月，不能发黄也。但头汗出，身无汗，其静而欢，小便不利，可饮水浆者，此为余热占主，在一身力发黄，饮上好汤就是。阳明病就是里热的一种症候，发热汗出者啊，这个热越于外，这个不能发黄的。但头汗出，只是头出汗啊，那么身无汗，这个寂静而欢呢，在《玉汉经》就是其。就是看棋的那个棋，这个大概古人的这个棋和戏通用啊，就是只脑袋有汗，一到这个镜像的就没汗了，棋与镜像，棋与镜像的一下就无汗，小便不利啊，热记不得越于外，而小便又不利，这个水又不得泄于下，他又可饮水浆啊，又嗜饮，这个水这里头当然有停饮了，这个热瘀于水啊，湿和水是一样的，古人叫瘀热，这个热瘀于里头啊，那一定是没有发黄的，这是古人一种看法。那么这个黄疸病呢，他古人认为是胃肠疾患，怎么个疾患呢？有湿有热，瘀于胃肠之里造成的，这是古人的看法。那么现在这个黄疸，咱们离不开这个肝胆的疾患，尤其胆是吧？尤其这个胆道受阻碍等等，对吧？那么古人虽然的看法有些问题，但是对这个治疗啊，古人的确是这种治法它有效。你像我们这个方子吧，茵陈毫汤主治。这茵陈毫汤啊，茵陈是个利尿药，也解热，它是一个苦寒利尿解热，
十字大方都是苦寒药，都是去热的药。所以这个药的组成看，它是去热利湿。那么根据这个中医说瘀热在里呀，对于治疗这个手段是相符合的。那么这是不是由瘀热在里而发黄疸，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。当然不是，是吧？这个有很多证明嘛。那么但是发黄疸它常是瘀热在里，这个发黄疸古人这个东西它总是有热啊，而且发黄疸常常小便不利，所以我们在临床上不断遇到这个事情。那么可见这个古人的看法虽然有错误啊，但是这个临床的这个实质是这个样子，在黄疸的时候啊，它是瘀热在里的。可这个病呢，不一定从瘀热在里造成的，是吧？那么这个所以中医啊，这个我说到这次了，他那个归于法则，他是通过实践的，就是多人也不会错的。那么至于这个解释的方法，那就不一定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对这个书啊，总是要有这么一个正确的对待他的一个态度，就是他这个方法方式，这是肯定的。那么古人那种解释有些错。那么这个关于这个黄疸就是这样的，古人认为就是虽热相瘀，这个脾受了蒸，就是脾胃了。用这个脾胃这个色儿疏土应该黄，一蒸它就发黄了，这是古人的看法。这种看法是幼稚的，这个不一定是对的。但是这个病既发黄了，它是要有热，要有湿，小便不利的，所以这个治疗非常确当。那么古人也就是拿这种现象当本质了，就是这个事儿。所以我们研究这个古人的东西啊，必须要有这么一个认识才行，要不古人怎么说怎么说的也是错的。所以咱们研究它，取其精华嘛，去其着火嘛。科学证明的东西我们不要，咱们还是要说是就是余热造成的，不是这个胆这个输胆管儿发什么障碍下手啊，这不行，事实上不是这个事儿。237，阳明症，其人喜望者必有虚血，所以然者本有久瘀血，故令喜望。此之应大便反溢，其色亦黑者，亦脾胆汤下去。阳明症，就是大便干的，他哥哥症，他没说是阳明病啊。其人喜望，我们这个人呢，喜望就是好望啊，咱们现在说的是好望。那么可见这个淤血呀，与这个脑系是有关系的。你看这桃仁生气汤，咱们说这个地当堂也有啊，气人入狂，气人发狂，是与脑神经的这个这个不正常是很有关系。我就根据这前后这些条，对于脑系疾病我治疗很多，都是用祛瘀的法子，很有效。所以这对所谓希望供那个如狂它都是脑都是大脑的病，是不是？
必有虚学，必有虚学的就是九虚之一学啊。那么所以然的就是本来他有九虚学，他平时啊这个迁都这个虚学呀不显。那么由于啊得了阳明病，那么这个热与这个瘀血啊它结合起来就发作了。人们有求瘀血就是虚血说的了，所以他就死亡。死时硬啊大便反溢，这个血大便里有鲜血就是说的了，这个血是韧啊。那么大便本来是硬的，但有血这种这个润在里头啊，虽然硬，但是大便的时候并不费劲，反容易。可是这个色儿变黑，啊，这是血的色儿了。这个血出来之后，没当时变粗，本来就黑，这可是现在这就鲜血了。这个可以用地上药下去，用生地上是不行的，必须下去血。那么由于这一段可以看出来两个问题，头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脑系这个所谓神经状态的这个异常，常常的医学的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犯出血症，你看这个是。啊，大便潜血了。我们讲桃儿生地堂也有啊，所以血之下下得瘀。凡是出血症，有很多是由于瘀血的。所以咱们遇到这种出血症就止血，这个事儿也很当不是了。有很多的是瘀血，你不吃瘀，他这个。瘀不去，他出血不止的。咱们讲那个金匮要料，那个妇科就有这个一段，妇人妊娠呢，下血不止。说这个病啊，就是这个循环有，就是有久瘀血，那也是有瘀血。这平时这个妇人呢有针啊。整个就是一个血的积块，它就蒸不去血不止，所以它用桂枝茯苓丸啊。那么下气下瘀消灭这个蒸，自然它就不下血，这很多了啊。这是在书里头，我们在临床上也写的。我们治这个失血症啊，总要看看这个。当然，虚症里是用这个法子是不行的，只要是实症，大概虚药相当有效。那么这一段也提出这个问题了，他本来他大便，大便色黑，那就是下血嘛，起码这是潜血，而且潜血这是很重的，这色儿也能看出来黑。那你再虚瘀。不但他这个希望可以治，而且他这个潜血也可以治。所以这个我们读的古人书啊，不是说这一段就这个一个病，应该在这样，应该扩展发挥它的作用。你得从这里头认识，你不认识不行。这个提堂堂在头前也讲过啊，这个方子不必做细节了。238，阳明病下，心中懊能而烦，胃中有燥食者可攻，伏为满，出头硬，后必汤，不可攻之。若有燥食者，与大承地汤。那么大承地汤用啊，是多方面
啊。所以我们关于这个每一节啊，都要细细体会。可是杨天定本来是下药下，那么虽然下子，这个人心中还懊恼尔烦。这个懊恼尔烦呢，就是承气汤与这个直泽池汤是共有的一个症候，你这非细辨不可啊。那么假如我们能够诊断他胃中有少食，那还可以达成一点工作。那么由下面扶危难锄头硬后尾寒骨骼工资这一句话，我们怎么知道胃中有少食呢？当然了，它要有一种特殊征候那就没问题了。你要发烧热而沾鱼，就是有少食啊。发烧热手足湿湿汗出，也可以能知道啊大便硬了。那么现在他没有这些症候，这又他又给你说一个，就是服为满与不为满，就是大食大满而且拒恩，这是食了。那么在经文上有这也有这个，这个服满按之痛者为食，按之不痛者为虚。那么大夏之后心中懊恼，也是可以说是胃里头生没有，这叫虚烦。那么如果他有少食呢，他也有这个心中懊恼，那就得呀，没有其他的症候了，就得做扶针啊。那你摁摁这个肚子，如果胀满的厉害而且去摁他疼啊，那肯定就是有少食，我们还可以吃大食利汤。否则只是为难锄头硬后鼻汤，胃满的里头也有点食，但是他是锄头硬后鼻汤那种大便，这不是一个食啊，这万不可攻之。那么阳脉呢，应该用食之食汤。若有少食者，又是叮咛一句话，一大分一大。所以这个心中懊恼耳烦，我们不要片面看问题。所以这个片面看问题在临床上这是个危险事。心中懊恼啊，就是咱们就是用烦热的一个状态，一般是食之食汤是多，但是有少食呢也有这个情形。所以要全面掌握，有少食食之食汤就没用。可是吃的吃的那个吃大生地汤那里就坏了啊，那非虚其人不可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这个方正之辩，所以必须得讲，而且人也得理解了，在临床上才不能够出错误。那么以下这几段都是对于大生地汤啊这种这个辩证的说法了。病人不大便五六日，咬气痛，寒胀，发作有食者，是有少食，故食不大便。这个少食与大便硬还有点不同啊。这个少食者，就是这个食存在于日相当的多，由于它少横在里头不下，所以是少食。这个大便硬呢，就是应该排出大便，由于它硬排不出去啊，这可以说它在下面啊。这个燥食就不然了，燥食、素食都是湿相通，而湿质上都分别，所以燥食、大便硬和素食全有用大肠大肠胃汤的机会。他这个我们怎么样子来辨认他，那么这个就是有这么一段。
说他这人不大便，五六天之久了，老奇痛，这个围咬肚脐啊，发疼痛，而且烦躁就是有热，发热有湿，一阵一阵的湿疼湿不疼，这说明什么问题？那个燥湿横在里头，它不通，郁通不能。可是郁通，它设置在肠子里头，它要一动，它就疼得不得了，所以它就发作疼痛。可是它不愿意，不行啊！这个大便往下行，在肠子蠕动啊，往下吹，一吹的人疼得不得了。有时候他也不愿意大便。他不行，他也暂时就不疼，所以他是发作有湿呢。这大便要行，他就疼；他不要行，也暂时他也不疼，所以他是发作有湿。这种情况啊，根据外来的症状呢，这是有燥湿的一个症候。那么当然，大肠结石，这是也有一个，有几天不大便了。那么这个人呢，咬脐痛啊，发作有湿，这肯定他是有燥湿的大肠结石症。240，病人烦热，汗出者解，右如月状经呢是个浮字，浮来自当反日经，浮如月状。热状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这个《玉寒经》的它后边有注，这个应该改个“服”字。日浮浊发热者，属阳明也；脉实者，这个一下子啊，在《玉寒经》也是个当字，当下子。脉浮虚者，当发的下字，一大声一堂，不是个鱼字，发汗一归之堂，他这个。改个当字也可以，不改也行啊，这都讲得通。他改个当字呢，用下人他用的意，他古人这个用字他念字也顺口原来大概总是个当字，这个问题都不大，改不改都行，都容易讲。但是这个右字不如夫字，夫字是反，但反字。那么病人发烦热，你们想想这个烦热指的什么说的？这个是指大清堂灯说的。咱们从这儿不讲嘛，太阳中风是吧？脉浮紧，发热，无汗身疼痛，无汗出而烦躁。一般的这个表湿症呢，它不那么烦躁。他有热的，不汗出而烦躁，所以他一个汗出，也就是大清堂症，不汗出而发烦躁那么发用大清堂达到汗出，那么他这个就解了，他是这么来的。可是解是解了，浮也了，烦而。他就变了，这个病像发热似的，指的什么说呢？指的这个发热有这个词，日浮所发热，日将暮的时候他发热，那么这个时候的发热属阳明也，这是属于专属阳明症。脉实者当下的，这个人看脉，如果脉实，那肯定就是由表传里了，应该下。脉浮虚者，当发汗。那么这个呢，还是表解呢？这个根据什么呢？咱们从前讲了，实发热。汗出者，亦归之堂。
它也是定时发热。这个日主所发热呀，这贵族唐僧也肯定在这个时候每天发热，它定时发热，而要汗出，那是贵族唐僧。那么这个日出所发热，你又属阳明。那么在这个就是两方面都可能的啊。那么这就得练这与脉了，脉沉实而有力，肯定就是穿离了，那就得泄。脉害俗，那还是代表虚，它是经过大把汗出的大成功汗了。他结咽足了，那当然还是会的。所以脉浮虚热，不在上面这两句话。病人烦热汗出者也，这个病它来势猛进的很呐。方用了大青龙汤，大青龙汤它是啊。内清热外一解表这么一个方剂，发汗也相当的重。那么这个药方施下去，这个表将罢而就沉离，这个病就是急剧变化啊，正在变化莫测之时，这烧药这一环呢是辩证百出啊。所以这个治病啊，不但要辩证，还得详诊当时病情。这就是一般说就日出所发热而已，还没发烧热呢啊，那不能用大伤力。但在这个情形之下，那是不得了的。他由于大青龙汤证用完大青龙汤证了，烦而就穿离，你看看这个病，这是正在啊发急剧发生变化之时，这应该与大都通气，所以他用大声给他。这个你往后看，这个急下就知道了。这个病来时猛吧，所以这个在临床上很不容易啊，尤其这个地方啊，一个问症呢要详细。你不问他怎么吃大青龙汤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个人治病当然心里都明白了。他儿子的病赶上这时候找你来了，你不相信问就不行。这个脉实脉虚的这个对待，这个实呢，实而有力，就是脉跳动也有力啊，这为什么实？跳动无力的就为了虚。241、大夏后六七日不大便，烦不解，腹满痛者，此有燥湿也。所以然者，本有数十故也，于大肠之大便。这是大夏后。大夏后那要是一般说那就是不会再不大便。那么他除非有特殊的情形六七日他又不大便。而且烦始终不解。腹满痛的，这是专就腹症上来说的。那么大夏后腹不应该满才痛，他要东西都去了，这个腹满痛是实啊，既满而且也疼，这是摁的实，拿手摁的特别疼，这是里边实，实有燥湿的。那么所以然的，为什么大夏之后而还有燥湿呢？本有数十不也，这是他这个人本来他就有素食在内，这个人总是不介于口了，平时他烂吃烂喝是吧，他就这是的确是有的，人那个肠子也特别长久啊，
那里头还有窝子造蛇呢，所以他还是不大变。那么这个虽然大夏子仍然用大乘解套啊，去病尽，这也有这个情形。那么有造蛇的症候很多了，头前咬肌痛啊，发作有时，这是一种。这个是啊，大夏之后六七天也还不大便，而且烦还不解，它热，这个里头还是有热，是吧？那么腹又满又摁着又痛啊，这是肯定里头还有东西。那么这个这绝对与这个人的熏平时不舍生有关系啊，这是乱吃吧。有素食不去，所以他这个燥食啊，不是一个是经久的东西了，他与这个大便硬是又相通又不相通，这个燥食也是硬的，是吧？但是他这个里头是蓄积已久的东西，这个用普通的泻药水攻不去。病人小便不利，大便乍难乍易，时有微热，喘冒不能卧着，有燥食也。所以这个地方都非常的好，在这个燥食各种症候，他给你列了这个，不是一个症候。病人小便不利。这个小便不利呀、啊，这水谷物结呀、啊，它要走大肠的，是吧？一般来说都应该下利啊，起码大便溏啊，溏就是溏泻的。而反乍难乍易，乍难乍易就是一任难一任容易，但是它不是稀的。这个难者就是燥食，这就是有燥食的一个情形。他由于这个水在肠子里头，而反倒乍难乍易，这是有燥食一个明证。那么底下看看他这个症候，虽然时有微热，微热还不是经常的。有的时候有，有的时候它也没有。那么可见这个热结于里而不陷于外，陷于外也是隐隐的啊。但是喘冒不能卧着，这个喘冒都是个实相。这个热虽然陷外很微，但是上攻相当凶猛。这个冒是昏冒啊，这个热它往上攻，所以它这个外边它才不显。它一方面结于里而往上攻，所以这也不可轻视。大乘解套就是这个喘，这个不是在表内喘了。所以他们这个热温上拥密啊，压在这横膈膜这个喘，这昏冒也是热攻冲头脑而造成的。这地方没有看见就得记呀、啊，所以这个临床上用大乘解汤，这大乘姜是个厉害药啊，真正重病非他不能行。可是轻病用它就坏事，所以用这个药不要慎重，又要辨证辨得清楚。那么它的几段都是，那么有什么情形之下来用呢？就是上面说的全是食谷玉藕，属阳明也，无足于汤主之，得汤反剂者属上焦。属阳明也，这个也是个错误，叫我看。
应该是胃，这个不是属于阳明病的。阳明病我们头前讲那个啊，还是他那个提纲，阳明之为病，未加食也。就是太阳阳明与少阳阳明也都是啊，所以脾腰也好啊，烦躁大便难也好，全与那个五毒瘀痰都是毫无关系的。这个是虚寒的，胃虚有寒，所以食而不纳，头，这是胃虚有寒，这不是阳明病啊，是吧？那么得糖反拒的，他不是胃虚有寒了，属上焦呀，属上焦只是小柴胡糖水，上焦不通嘛，啊，它是热解郁泻下的一个地方。这一段书不应该列到这，他这一段主要的是五毒瘀汤与小柴胡汤对于治某的一个鉴别点，一个是虚寒，一个的确是热有饮啊，这两个看着相同，事实是不同的。那么小柴胡汤呢啊，它有小柴胡汤症，那也很好辨别，但就这一点上是相同的。小柴胡汤心寒稀有啊，是吧？因为这五毒汤也有时候烦躁啊，呕吐，那烦躁呕吐是胃折腾的，它是闹得厉害，那个燥多而烦少。那么这一段虽然我这么讲啊，但是不应该列到这，大概他应该列到这个太阴病里是对的。这虚寒嘛，胃虚有寒饮，食不欲呕。这五毒瘀汤也不寡治食不欲呕啊，这有很多后头我们还要讲的。那么这个方子应用的机会很多，他胃虚有寒饮，冲逆头脑，头疼啊，头晕啊，所以我们在临床遭遇很多呀，这个方子，有很多美女儿子跟头一晕上来就要吐，吐的挺凶，那吃五毒瘀汤就好，这个你在临床可以试验。再个偏头疼，尤其右耳偏头疼，大概都属于五毒瘀汤的，很多啊，同时它也是胃疼。胃疼也得属于虚寒有寒饮的这种情况，是头疼啊，头晕啊，只是呕吐恶心，但是它不是阳明病，它怎么是阳明病？所以它搁到这又搁个属阳明上，就这都汪祖和干的。汪祖和他这是他记这个书的时候啊，他一看遇到阳明就把里头搁啊，究竟是这个属阳明面，也属于属阳明胃，所以我们定好就把它改个属胃，比什么都强。有很多后边还有啊。太阳病，寸缓，官夫齿弱，其人发热汗出。服务寒不呕，但心下脾热，食以下之也。如其不下者，病人不恶寒而咳者，此专属阳明也。小便硕者，大便必硬，不更衣十日，无所苦也。可欲饮水，稍稍于之，但于发酒。咳着你不能闪，这是共计有这么三段的这一条的。他本来是太阳病，
寸环观夫尺度，寸环者就是今夜不足于外，脉书环嘛，这古人有寸环则为中分，就是太阳中分。那么时环就时弱也是一样的啊，则为王血，就是血液少。那么在重点头圈上面也有吗？营息不足，血少物也，说这个脉迟啊。那么观夫，这个脉呀、啊，总而言的就是个脉浮环啊，脉浮环弱这么一个脉，这是太阳中分的脉。它为什么要这么分呢？它也有用意的。这个观以后位，就是心下部位。这个浮呢，在这主热，也主外，也主热，也主表，也主热。这个观浮者就是心下的这个脾，这个脾是热脾了啊，用谢隐堂治疗的，他是指的这个说的。所以他把它脉呢啊，用这个部位来说明这个病的、啊、情况。那么我们要看这个环和这个弱这个脉不好分的。这个环呢，指这个脉松弛，这个脉道松弛啊。你看我的眼卷嘛，这么拿着紧，裹的紧嘛。如果你把这个眼倒出去一半，你再摸这个眼卷要缓，松弛没力。它冲着这个圆度上说的啊，它是。有紧有缓，那么这个弱的，弱的呀，它从这个弦上说的，脉弦，弦就是上下绷直了啊，这弓弦那个弦，咱们弹弦的那个弦，有心不得啊，心上之弦，你摸着上下的平流直，日久你也不上弦了。这个弦就松弛了，所以这个弱呀，它是从这上下看这个弱不行的。这理上讲是有，咱们指下上来分别也很难，这个环和绕分别很难，所以张仲景这个书它是环弱是通用的。他说呢，太阳中分啊，发热汗出入风脉环。他讲那个太阳正逢治疗的时候，他就说阳浮而阴弱，他又讲个弱，可见这个缓和弱呀，在我们的手相来分别很难，在这个理论上来说的是有的存在的、啊、那么这个脉呢，从而言就是太阳中逢的脉，脉浮而缓弱。其人发热汗出，服物寒，这是太阳中分的症。太阳中分发热汗出啊，还无寒吗？无风无寒。那么布偶说没传到半条半条，那就没有柴胡症了。半气下体，他也没传啊，少阳，那么这他不泻下。不解，没有胸胁苦满，可淡心下脾，心下这个地方啊，与脾塞不通。那么这是怎么？你一看这个病理情况，表还没解，而有心下脾，这就是大概是以下之作用毛病。下肢表没解，那外邪内陷。为心下脾，大概是这么个情况。我头一段就是说的这个，但是他没出治疗的法子，这头边都有啊。那么应该先用桂枝汤一解外，然后以泻金汤再以治脾。回到大黄黄连泻金汤
回了三方县银行，我就用三方县银行的机会多。这是一段。如其如下，病人不寒而咳者，此算是如其如下，这个病人呢，已经不寒了。上头他说是发热汗出，不寒嘛，不寒，只是心下痞而又渴。那这是纯属阳明了，渴了，内里头一热的就渴。那么这个脾呢，这是啊，不过问题不大，它不是大是大满，只是这脾啊少有点内实的样子，不大。所以它是专属阳明，它这个专属阳明啊，就是太阳专属于阳明，太阳病没拉倒呢。专属就是病病的一个故事啊，它说专属就是个病病。但是太阳病要发了，他已经不寒了嘛，又渴，啊，阳明病已显了。小便硕着，这时候的小便呢，频硕的厉害，那么大便可硬，但大便硬也不沾淤，也不糊的，那里头热，并不太厉害啊。不更一时日无所谓，这就我们头前说的这个，就是津液内结。造成这个大便硬，只是由于小便硕，虽然时日不大便，他毫无所谓啊。这个言脉呢，不可动。我们只是用挡于大便的法子也可以。那么后边呢，跟你治脾药吃这个麻子仁儿这种也可以，看你病的轻重了。如果重，多少有点热。可以吃麻子仁儿啊，麻子仁儿丸，就是现在说的麻仁治脾了。不然的话，它就是导子之法啊，像这蜜饯导啊、猪胆汁啊这种法子。那么假如呢，它就是渴啊，而欲饮水，那可以少少于饮之啊，但以法救之。少少淤饮，不要给喝的多，喝的多非喘不得。这个他这没有多大的热，一点一点给，那给点水呀、啊。他由于小便硕，伤之津液，为何惹淤？咳着，这后头又一咳，这个咳字啊，它是从上边的两段说的。那么头一段下字。下之后表还有热未解，心下痞，这个心下痞呀，又有停水的关系，五苓散证有的啊，它由于下气上冲，它造成小便不利，这个绝不是小便频数啊，小便不利为热而渴，那五苓散证这个心下痞正是水气的是密于心下，所以他为什么不详细说呢？这是个简文，他哥哥咳这俩字就代表头前都有，这是呢啊，成解第一段，第二段也是一样的。他说要是不下，也可以发生这个症候，那么病人啊。微热不寒而渴，这个也没转阳明，可没有底下这一套啊，他没转阳明，但是他是小便不利，这一种渴，这也是停水不行的啊，也可以用五苓散，他就这渴上发出去的，不是说专属阳明小便硕，你还得吃五苓散，这个不对的。啊，我们头前讲的猪苓汤都有啊，是不是？他已经丧失津液了，你不能够一次丧失津液到这么分地上，你不能再收回去。我们头前讲过，
这个冯子坦是这个冯子显伯，他有那么一个啊，小便利啊，大便硬者去贵家族，那个家族他治小便利，他不是让他利小便。这个主与夫子为伍啊，这我当时也讲过是吧，你像这个真无汤啊，啊，你像这个诸夫为伍，他说这个机能啊，这个泌尿这个机能松弛啊，不能收摄，那么这使这个机能恢复，而再加上去这个啊水必要，它反倒治小便不利，也对小便利，所以夫子佩服这样。五苓散不行，这五苓散这是泌尿相当有利的，而且它是阳明病啊，真要是传了内传阳明，这桂枝它不治一个的，所以这个大家很有争论。我认为这个咳着是另起的，不是接着上面，不是说少少于银子而害咳不止，这个不是啊，这个不是。他已经大便硬了，你不要再那跟你说了，梳理起小便那是不行的，竹灵堂都不能用，那五灵堂更不能用。那么这是个简问，他为什么不相信说呢？用这头前都说了，你们回头看看那五灵散头前说那些解密就知道了。行，咱们就讲到这了，下面再讲这个必要的一个这一类。Thank you.